跟骑法拉利似的，只是有点高啊，这个。Pro Sangre 啊，对吧？来来哇，来来。感觉比提新车还有仪式感，我的天哪，好新啊！收拾完这台小破车呢，是时候就得公布账单了。这次准备按市场价来算的话，至少要花10934。当然了，陆超是我的好朋友嘛，就算不给他打个折，怎么也得抹个零头。再说教主的面子，多少也值点钱啊。所以我的意见是，收个10930就行，零头还要，那还是人吗？按照汽修行业利润来说，配件利润怎么都得对半开，所以综合算了下，这次准备工时费4419属于纯赚，配件费6515赚了大概不到3300，总利润大概在7700块左右。因此加上上次赚的8000块，我们的收车原始资金已经来到了15700块左右。感谢鲁超对我节目的大力赞助，么么哒。那么回到视频开头这个问题，10000多块买的老破车，是不是一定会出现买得起养不起这个问题？我的答案是，只要你不是花10000000买那种奔驰宝马奥迪那样的老豪车，而是花10000000买这种入门买菜车，只要你会挑车况，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鲁超的这台车之所以花了10000多整备，是因为我们在乎的是品质，但大多数买这种价位二手车的朋友根本不会这么用心去翻新。有很多朋友可能最多就是换换机油，挡把不回位这种问题他们都未必会解决，但即便这样，这种入门级代步车依然能用得住，因为这种价位的车结构都非常简单，机器也都非常皮实，就算养得很糙也不会影响到代步，无非是成色品相还有行驶质感差一点罢了。因此很多人长久以来谣传，无非是一群不懂车的人以讹传讹罢了。现实生活中花10000000买到非常省心的代步车的朋友多的是。那么 OK， 本期的从零挣到100万到此结束，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